跟你讲，泰式按摩它基本上就是，比如说你的手放在这边，然后它这边给你转过去，然后就各种这样，咔，这怎么转？就是泰式按摩，就是你各种拉伸嘛。哎，我超爱想，全身都在想，拉着我，不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几个，我和林浩哲算是有一点，就林浩哲很软啊，我算有点软的。我不软吗？不是，就那个响的那个，我们都会觉得哎，有点就是有点拉到，有点拉到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？那不是你什么意思吗？那我不软吗？但是我怕你，别人拉不动你。不一定啊，我觉得我也很软。你那么大只，一定要一个很力壮的青年来拉。你见我和郑总就是出大厂做了一次按摩，那个人说小伙子你腰真好。不是小伙子你身体真好。不是你十八岁身体再不好，你告诉我你活什么？是他夸我，我觉得我泰式按摩很稳。这一次他可能觉得你都20多岁了，身体还能这样，其实你才18岁。但我从昨天的事情。